继续讨论非常精彩的话题。好，来，王议员，这样。喂，头先林医师讲这吼、喔，我一个感想，第一，民进党即卖初选制度，就是新协调才初选。所以苏家全所讲的，就是完制度啦。这个完制度，互党员才有参与感啦。我感觉讲，哎、欸，那照这个行法是对的吼、喔。另外就是讲，其实头提林医师会当提到讲，桃园立委补选。这个议题超无人在讲、我四界听，我第一遍听还有人在讲，这足重要，你敢知？咱头仔累积个胜算是对李以廷国民党贿选买票当选无效，杀因爆出来稳调的结果选输，咱是迄支是一个无动的。啊，迄阵搁小小感觉尔，无感觉足感动。了后来到博弈公投赢，刘建国赢，搁到即届，互咱感觉讲搁看到希望。我要甲所有台湾牌时代讲，咱的考验毋是明年的五都啦。到正月份，桃园两个选区两席立委补选，一个是同款廖正景买票当选无效，这是海线四乡镇；一个是吴志扬当选。过来，江仁福台中关买票当选无效，简兆栋即摆嘛咧补选，但是拢完全一点仔消息，恁完全无听到。对啊。过来，花莲傅昆萁当选县长，所以迄席嘛咧补选。台东黄建廷西立委让予邝丽珍。啊，即马提名，咱提名赖坤成，遐嘛爱补选，是，啊，伊就五个嘛，对，吼、哦，啊，另外阁有两个，阁下阁两个，我等下想来补者，反正就在立委要补选的时阵，如果假设咱选了无理想的，咱台湾人是爽的时阵会做落场，啊，若歹的时阵吼，会极度的悲观，吼、哦，这台湾人的民族性，咱就歹命。但我讲正月份才会补选。对民进党，你袂当阁甲头壳咧留伫咧县市长选举啊，赶快抽身出来！国民党阁咧无因的这个金小刀、金普聪甲马英九的巧克力关系，咱不管伊，咱的重点就是每年食的物件开始吼、喔，爱比较即届，即届吼其实天王类互选吼、喔，嘛唔是自信，是大家抢势头来做。哦，我抢势头来做，大家来抢势头去互选，所以即届有遮侪区要补选，请请伫咧桃园的海线四乡镇。平田府甲即个桂英宗问题也未解决，所以遮个物件哦，纷争也未化解以前，变成两个立个，咱无赢遐侪有才调安尼吼，所以我是感觉党中央第一阵，苏家全秘书长的第一阵是立委补选，立委补选你若赢无一半吼，头前赢的全部搁断开啊。对啊，对啊，你有开始考？对啊，所以基本上为即摆县市长或者选举的情形下吼，大家爱感受着讲。爱真正一步一脚印，诶，迄种精神，啊，甲引进少年的即马所思考的方式，到底咱选举是要为了选举来选尔，还是是选举就是为了台湾咧过前途？即拢爱用互清楚，互全民，啊，甲互一般的普众诶民众会当了解讲，民进党所要做，就是要守护台湾，要守护台湾的价值，安尼正话让较侪人会当出来真正投即。投了这个票安尼啦，媒体嘿，对只王议员吼，讲到讲这个变化足紧吼，是五个月、六个月前、七个月前，迄卖研究会不可一世吼，对，啊，即马不看卖研究员足落水哦，啊，我想着讲差不多一个月前啦，无到六个月前，一个月前吼，我问英雄讲，台湾即马选情啦，伊讲。那好啊！你去另外通去看，迄大陆啊来一大堆，哦，迄个，你迄南投遐吼，哇，遐是足兴的吼，啊，遐人哪有可能去选民进党啊？就乡长话民进党，啊，跟乡长，所以想不到，所以被谁吼？被谁看到野你咁多？啊，所以这個、你改你变足紧，这情势你变足紧吼。啊，讲到五都吼，我来看的是吼，台北市。啊，甲这个新北市，这而且即卖台北县吼，爱找上届好的人去选，因为这两都是太重要了吼。啊，而且即卖拢是国民党的执政吼，啊，对咱来讲是乾坤期，所以爱提名足好的人才。足好，你心目中，可能蔡英文甲苏贞昌来吼，这两个看都几票算多呀。你只要讲伊两个拢是好人啊。我补充，佮有两个所在，其他七个立委要补选哦，将那个。嘉义县彰化县当选县长，所以立委要补选。承德县邱进纯当选县长，要补选。国民党一定要把彰化县迄席抢回来。所以吼，这七席啦，七席要补选。啊，我较担心的，我上届担心的是高雄甲台南，这两个是稳调的吼。啊，稳调，大家都要落去抢吼。啊，所以这两个都市吼，我是想讲吼，这两个都市一定是应该要保留给少年啊。
已经做过的啊，吼，都卖过做啊，吼，啊，好少年啊，比如讲啊，柯建材啦，还是讲即马迄个啊，即马的馆长吼，迄啊苏焕智啦，吼，即种卖过算啦，好少年啊去算。世代交被交替。哎，这世代交替啦，我是希望安尼啦，啊，当然高雄较无同款，因为陈吉干呐做一年，也当过做一年啦，吼，啊，台中呢，吼，台中我认为吼，爱找一个安尼哦，骑兵就是讲足奇怪，就是讲，互你想袂到的这个人去选吼。哎，我想到一个人足好啦吼。对，心目中诶。哎，我心目中诶呢就是王议员。哈哈哈！今天骑兵也足糟糕嘿。哈哈哈！选举还是有一寡脉络啦。你在地有经验无？在地有人咧，在地栽培吼。甚至你讲县市长，你讲即马台南市有六个标题要选吼。你讲老上老陈中山嘛？啊，上少年期，大家都差不多平岁啦。其他五个年份都差不多五岁。我是感觉讲，拢会当互相选，但是安怎出线的过程上重要。无、不一定爱排除啥物人，因为你排除啥物人的过程当中吼，许个落了就剩手机啊尔。高雄市甲高雄县是咱顶多烦恼，因为遮六个顶多好处理，遐两大集团军吼上歹处理。啊，民进党现在是干部所谓那个派系还是有作用？派系都。派系永远拢有啦，吼，有人就有派系啦，吼，这是跑不掉啦。但是问题上量是讲，这派系是安得在什么地方之下？啊是要来一天到晚拢要抢你的，要来出现，为着安尼来咧争取，这才是问题的所在哦。所以一定爱讲坚持咱家己的理念，咱的目标是要创啥？啊，会当互普罗的众大众拢会当接受，这我是感觉较重要。一般我咧讲。时代交替哦，世代交替，到啊这个地步吼，讲到敢咱电视广告来讲，电脑买滚拖刀，咱这个年代即嘛应该是三四十岁出现的时候啊啦，吼，啊这近一代较年纪较侪人吼，我感觉应该爱尽量来辅助因，会当来争取更加好的机会出来安尼啦吼，啊唔茫讲不是讲咱好像非我不可，这种心态，咱一定爱好他去输。理论上是安尼，但是我咧看吼，这就是，但是我唔知，这大家拢唔重视。我唔对啦，但是你都，这你有要感动人诶，这个 image 是对的，这个就是为因内面出现出来嘛。这理想上跟实际上，即摆必然的区别哈。舍我其谁嘛是理想啦。对。咱闽南讲啊，老的唔提吼，你这样，你别讲掉。你换一个角度来讲，诶，伫咧台湾做政治是做艰苦的，尤其做民进党的政治人物，所以我对老的到少年我拢做尊重的。是。陈中山也犯不着啊，但为什么要拼？伊一定有使命感。即个管治中因做两年啊，为什么想要去做？一定有伊的使命感。即个李伟当咧做啊，为什么想要选？伊嘛有伊的使命感。但这些使命感，我一直讲的，提名的过程要让这些人得到尊重，不是用台的，不是用嫌的。你用嫌，因为你歹，所以我要提名伊。安尼歹的人，你就嫌我歹，就无所谓，你胡选了嘛吼。我讲每一个人的过程得到尊重，我对台南较乐观，因为台南吼一个所在，我用市场来讲，台湾迄个便利超商吼，你注意看 Seven Eleven 在开吼，这条路明明开两间啊，伊知影迄边搁要开一间全家，伊就去遐占一点。我要把你所有的竞争者排除在外，把通路占起来。在台南县市吼，你若去走，你若社团啦、重要的庆典，你看到拢民进党人在走。对个，咱在台南的通路已经密集到吼，国民党完全排除到安那，伊找无候选人。国民党是在台南县市找不到候选人，伊无通路好培养伊的产品。所以，阮维持绿色执政的品质，我感觉这六个人在得到尊重的前提下，我对台南。较乐观，但台南县市较麻烦的是，高雄县市较麻烦是，高雄县市高雄市本来就赢无多，高雄县立委选举的时候是民进党输较多哦，所以两个加起来是国民党大概52-53%，民众47-48%哦，基本盘咱就输哦，所以这两位现职，佮加上有新人嘛要选的时候，安怎处理？我感觉这除了考验智慧以外吼，我还是要提醒着讲，爱用较好的去看待同志，我每一个人其实。那无想要奉献，没有那个企图心，无使命感，未跳出来算了吼。啊，明年高雄管区那收未掉，2012年就免算了。大家免烦恼台湾管区，我咧烦恼高雄管区。属实是集中考试，集中考试这个影响。我就问题吼。啊，会使无？这个是问题哈，我时间够啊哈。好，下一集好不好？哎，我们下一集林医师有几个问题被请教王议员哈，随登来哈。